有人讲要安怎见佛？有人问我，这尼法师啊，你讲多念，念解佛祖人来接无？啊，念个往生极乐世界哦。我请问你，你捌看到佛祖无？有人会安尼问我，你就唔好讲看到佛祖无？你看我安怎解答你，你才知无？我讲我逐天我嘛看到佛祖。啊！伊讲，哎，为啥是我教伊啊？你逐天看到佛祖，是毋是会打妄语？毋是打妄语哦，你若知即个道理，就知影，咱逐天拢嘛见着佛祖，毋是见恁法师逐天见着佛祖俩，恁逐天嘛见佛祖啊！啊！咱即佛像，看到即佛像，也是你念佛啊！你念佛哦，你就见着佛；你无念佛，你就无见着佛。啊，我逐天嘛念佛啦，当然我逐天嘛见着佛啦。啊，华严经内底安尼讲，啊，神手菩萨哦，啊，一问问起就是那普贤菩萨。啊，要安怎见如来？要安怎见着佛咯？哎，那普贤菩萨安尼甲伊回答哦，伊讲啊，啊，未使呀，未使呀，啊，依一个佛果啊，不能以一何身一何果。啊！以众生见如来，应以一切处见如来。伊讲咱哦，未使啊！啊，一个佛心，一个佛果，啊，一法一众生一国土，一法一众生一国土见如来。啊，变成见如来，应以一切处见如来。应当啊，在一切所在见着佛咯。何以故？因为佛是法性空，譬如虚空，伊讲清净虚空，遍一切处故，常在虚空遍满一切所在啊，多少微波虚空啊。所以你行个大嘛有虚空啊，你要见虚空，个大嘛是拢虚空，你嘛拢见得到啊，哈。一个佛的法身啊，就是跟安尼相像，应理一切处，应理一切众生，应理一切法，应理一切国土，正如来，啊，应理一切所在哦，应理一切国土，一切众生，一切法，跟如来。所以啊，一切物件拢是佛的法身，法身无心。以一切诸法为心，你叫我叫发心佛。什么一切诸法，一切物件拢咱这佛法啊，佛祖进入智慧啊，一切物件拢用自己法子代替啊，有情的众生，无情的这个依报，拢种叫做法华啊。所以咱那下苦的人，咱呐会知讲，这一切法拢是佛的化身，乌邦嘛佛的化身，这板擦尔嘛佛的化身，这麦克风嘛佛的化身，啊，这件大台嘛佛的身，这一切人啊，一切的物件拢做佛的化身。所以你呐用这款观点来定佛，你啥物时阵能定得佛？不但每天都见到佛，什么时候都见到佛，你什么所在当中见到一切物件，一切物件都是佛的法身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这样思维，真正我们自己跟暗都没有离开佛，都总是在佛的法身之中的生活，因为佛就是法界之心嘛，骗一切的所在嘛，
咱绝对袂离开这一切所在呀。所以咱自己按照起的活的发生中的生活，我你啦，安尼个思维，咱拢无离开佛。你啦，安尼个思维，你都唔敢恶别做。师父，那你回来心病，你个恶别做，恶别做，你去做，给你磕头磕哦。那，那你也心病呢啊？那你的也心肝的去参进去万里，也去做，给你磕头磕哦。你的外心病，你呢恶别做。你那个了解哦，真正大家嘛，跟佛教相应的啊。啊，所以咱行住坐卧一切。拢无离开佛祖，哇！所以，逐天你都爱足欢喜的，佛逐天拢甲咱顾条条啊！啊！所以你若安尼想，你真正你都无烦恼；你若要安尼想，你真正你都是无恐怖。有啥物他惊呢？咱伫佛祖的心中，佫咧惊啥？绝对袂惊吓的。啊！你对众生奉献诸恶莫作啊！啊！你对尊敬一切人，因这种佛的发心啊，佛性拢平等啊！你对未轻视人，未嫉妒人，轻视嫉妒，这种分别心，这种烦恼心。受气人、侮辱人、欺负人，这种烦恼，这种烦恼的地界，这种梦想，咱爱知影啊，这种是佛的发心。哈、啊，你拢会成功，这伊就是佛祖，你就会起种敬心。啊，常不清菩萨看到人就咔咔拜，你每笑伊嘛甲你拜。伊拢甲你拜，伊想话，伊知这道理呀，伊是未来佛啊，众生都是未来佛啊，伊都甲你拜啊。咱拜拜这佛像，这是已经成佛的佛，啊，众生都是未来佛，伊的未来佛啊，咱就是佛祖啊，佛祖将来一定成佛啊，王祖将来一道一生成大王啊。所以经常啊，还有讲的啊，啊，数不清啊，四项未使轻视哦，啊，可以讲世世排开的未使轻视，啊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哦，你莫想讲这一支烦恼会起啊，这里开了几粒山拢给你倒了了哦，会火烧出都是大家轻视这支数来会来哦。所以小火不能轻视，一个燎原，哈。细尾蛇你莫甲轻视，细尾毒蛇，细尾毒蛇甲大尾毒蛇毒性拢相像。啊，你是讲，哦，迄大尾蛇你惊个袂过，惊许咬死，啊，这只细尾也无要紧啦，伊无要紧，甲你咬了照常嘛，许咬死哦。四位座的独生跟独佛座都一样，四位座的不能轻视，王主不能轻视，你现在跟这个王主结缘，后来他做国王就把你抓住，他做国王他就有力量，有权力，什么人以前对我很无礼貌，我欺负我，我现在有那个权力，我就把他抓住一个王，一个公位的圣位啊，所以啊，王主未使轻视，啊，小沙弥未使轻视第四行，这小沙弥后拜啊，啊，伊个正如汉故啊，会做如汉啊，甚至个诶后拜伊卖仙佛啊，啊，后拜伊变作大比丘啊。啊！啊，这小沙弥啊，伊卖正如很久呢。你莫看伊小沙弥特别正如很久，啊。所以啊，这款呢，
拢袂使轻视，啊，人较早捌讲互恁听，啊，迄菩萨涅槃哦，哎，一拜啊，咧供养啊，才好得住哦。咦，也是菩萨涅槃真恭敬三宝啊，看到出家人个拜啊，啊，啊，一个小沙弥尼哦。沙弥尼是是哈那鸟，伊唔敢对大众面前拜这小沙弥尼哦，伊个叫住伊来底下解拜哦，啊解拜解小沙弥尼讲，讲我直接给你拜，我大王给你拜哦，啊你出来莫讲我给你拜哦，伊就讲我是大王拜这小沙弥尼啊，你无面子就拍死呀。伊讲：“你又无出去外口讲，无讲我，菩萨涅槃甲你拜哦。”嗯，啊，这小三妹呢，伊个嘴笑笑哦，连出家人拢会拨，一拨就起出来哦。啊，伊就变咯，变一个细细汉的小三妹哦。哎，都这个拨，而且更加为了为了壮，为了为了壮哦，为了壮哦，像你壮运动员呢，像你壮运动会安尼壮哦，啊。我大王看你的错是对，伊就甲大王讲：“大王，你出来莫讲，莫讲，我伫你膊头顶安尼撞哦。”哈哈哈！啊，这意思咧讲啥呢？哈哈，讲你莫轻视，我是一个小沙弥尼啦，我是正路很高啊，你敢知？唔叫你翻心痛啊！所以呢，咱。那情况一切众生拢是未来之佛咯，咱都唔敢轻视人啊，你都会平定心嘛，啊，啊那看一切无情拢是佛的发心，你都会恭敬啊，唔敢脚踏啊，啊，嗯，我讲啊，无啥物技术啊，你只破船起来好舒服。啊！即摆你咧转个蛋来哦，师傅啊，哦，你接来哦，我来个蛋来，即个无恭敬心啊！你有恭敬心，你咧哦，甚至个跪咧哦，跪咧将这破卵拧起来哦，跪咧将这破卵接不舒服哦。是安怎呢？因为这个破卵都是佛的发心，你看这个破卵啊，爱亲像佛做安尼，所以一切物件拢爱恭敬。